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医科普知识。在这个节目中，我们将分享中医养生的智慧，为您提供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无论您是初次接触中医，还是已经深谙其中，都将在本节目中发现新的启示。高强度的工作和紧迫的截止日期导致我们的压力增加，承担重要责任和对自己或他人的高期望也会带来压力，长期处于这种压力状态会使情绪抑郁焦躁。我们该如何来自身调节缓解这种压力和情绪呢？神门，神出入之门户的意思，手少阴心经穴位，取穴时需要仰掌在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缘，主治心烦、恍惚、健忘、失眠、经悸、怔忡等症候。内关是手厥阴心包经的络穴，位于腕横纹上两寸，在掌长肌腱和桡侧腕屈肌腱之间，主治心痛、心悸、呕吐、恶逆、失眠等症候。百会穴，意为百脉交汇之处，位于督脉，两耳尖直上，与头正中线的交点处取穴，可以镇静息风、宁心安神，有效的缓解焦躁、紧张等不安情绪。在高强度工作和压力下，我们容易出现情绪焦躁和抑郁。为了缓解这些负面情绪，我们可以通过按摩手上的如神门、内关啊，还有头上的百会、风池等等穴位来调节身心。这些中医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压力、稳定情绪、提升心理健康。记得每天花一点时间来关爱自己，保持良好的心态，面对挑战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期待本期视频能够为您带来中医传统智慧的一丝启发。如果您有任何关于中医的问题，或者想要了解更多内容，请随时在评论区留言。祝愿您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。